各位法师、各位法师、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香港理工大学参加由香港理工大学法学会主办、香港佛教佛陀教育基金、佛教育协会协办的净空老法师的法学讲座。今天的题目是与灾苦共处华严经的智慧。我是倪启瑞，欢迎大家。咁我哋今日嘅佛学讲座咧，将会系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咧，就会请到法师咧，就住今日嘅讲题系开示。咁去到九点嘅时候咧，老法师将会咧系回答各位嘅问题。咁今日系会采用咧系直接即系我哋会有工作人员会递个麦俾你，咁你会直接同老法师有个对谈嘅。咁喺呢度咧，特别要提醒大家，为咗令到今日嘅讲座咧可以庄严。的進行，請各位記住要將手提電話熄滅。我想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afford 到在一個半鐘頭之內只是專注在佛法上面，好不好？好了，在這個時候我們請各位起立恭請老法師進場。请各位向法师一问讯，法师请各位就坐。在这里我首先要邀请香港理工大学佛学会金耀权会长跟我们讲几句说话，我们请金会长。我还是用广东话好不好？各位贵宾，我先在这里向净空法师、钟茂森老师和胡小明老师是很多谢他们今天肯来到帮我们首讲三晚的，很谢谢三位、我更加多谢在座的各位，因为这个法会能够圆满呢，除了老法师他们肯开示，都要有人听开示。咁你都知道咧，大家咧扑飞啊，好多嘅情况之下咧，都好努力去揾张飞嚟到今日嘅聚会啊！我哋一连三晚咧，希望能够听到好多佛法。咁长话短说，香港理工大学佛学会咧系好开心，亦好高兴咧，可以安排到呢一个咁嘅聚会啊！咁时间咧好矜贵，所以我就唔想阻大家。在这里将大家静心地是听法师的开示。谢谢金会长。接下来我想邀请香港理工大学校长，也是我们法学会的顾问潘中光教授上来为我们颁发纪念品的。潘校长。
校长你好。我哋首先咧系颁发俾两位老师先，咁佢哋咧都会喺呢三日咧为我哋系开示嘅。首先系欢迎系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胡小林董事长咧系接受嘅，胡老师。胡老师在儒学方面非常有研究的。跟住落嚟我们是邀请澳洲政中学院副院长，亦都是中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客座教授钟茂森博士接受。最后我们是邀请我们最尊敬的政空老法师接受我们这个奖，因为非常之多谢老法师远道而来为我们香港说法。好，我请来一张大合照先啊。我们请来一张大合照，可不可以请老法师对跟金会长一起来一张大合照。好。这张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谢谢，多谢潘忠光校长。应该呢我们今天就有主办单位叫我介绍政空老法师，我觉得就政老是不需要人来介绍，但是越不需要介绍的讲者是个介绍文是越长的。我选其中最值得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介绍一下政空老法师。政老是的修辞大家是非常非常清楚，但他最令人尊敬的是他将佛教这两个字证明为佛陀的教育，令到佛教呢是从一般人认为的迷信拜神的观念当中呢 跳升出来，回归佛陀的本怀，就是佛陀对世间最圆满的教育。另外呢就是正路呢是对于世界的和平和宗教的大融合。以前的潮流是说我和你有什么不同，但是正路教导我们和平是要找出我和人之间共同可以分享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政空老法师和我们开始。尊敬的潘校长，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学校跟同学们跟大家见面。这一次呢场地比上一次大得很多上一次在个小教室。那么今天给我的题目是与灾难共处，华严经的智慧。这个题目可以说是在现前全世界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灾难太多了社会的动乱，人心不安，这个状况对于事出事发的建立都产生了障碍所以事件法出事件法了，都必须建立在和谐的环境当中，它才能够长成题目很大，这灾难从哪里来的在佛法的时候它要从根本讲起从根本讲起就要很长的时间，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半小时，啊，所以我们只能够提纲挈领，啊，跟同学们做报告。首先，我们要认识佛教。啊，佛教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啊五类，就是五个不同的形式，啊，都挂上佛教的招牌。啊，第一个是宗教的佛教，啊，佛教它不是宗教，现在变成宗教了。你不能不承认它是宗教，啊。第二个是学术的宗教，佛教的经典走进了大学，啊，全世界许多大学的这学系里面都有佛经的课程，啊。那么我过去也教过这些课，这些功课，但是变成了学术了，啊。这个第三种呢？是最近才能看到的，变成旅游的宗教，啊，佛教说这佛教搞旅游了，搞观光旅游了，啊，这是一种新型的形态，啊，第四种是邪教的宗教，啊，这是打着佛教的这个招牌呀，啊，实际上对社会呀，啊，是不利的，啊，对众生是有伤害的，邪教。第五种是传统的佛教，啊，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干些什么，我们必须要认识，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要跟释迦牟尼佛学，啊，那是用现在的话，它是教育的佛教，啊，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啊，这个一定认清楚，啊。那么我们通常对他尊称，啊，称为世尊。这是世间的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啊，称为世尊。我们读他的历史，啊，知道他是王子出身，啊，他的父亲在当时啊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啊，他也是这王位的继承人，啊，那么他19岁离开了家庭，出去求学，啊，现在用求学。佛教的名词叫参学，啊，这就学习，学了12年，啊，19岁到30岁。那么他这个，我们知道当时印度的学术，啊，特别是这个宗教与哲学，啊，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有很辉煌的成就，啊。那么他的身份。特殊，啊，王子出身，聪明好学。由此可知，当时学术界、宗教界这些大德，他通通都见过，啊，都向他们呢学习过，啊，他12年的学习。那么古印度，无论是学术是宗教。他们非常重视禅定的修学，啊，今天佛教经典里面所讲的四禅八定，啊，要知道这不是佛教传的，四禅八定啊是古婆罗门教啊他们修学的重心，啊，在禅定里面呢。就突破了空间维次，所以对六道的状况啊，他们讲得很详细，啊，为什么呢？禅定当中见到了，啊，它上面可以能够见到28层天，下面可以到阿鼻地狱，啊，对这个六道的这个障碍没有了。无论是宗教的大师，或者是。学术界的这些大德，他都有这个功夫，啊，所以他这个是普遍大家了都肯定的，啊，都信仰的，这个不是一种学说，不是迷信，啊，你修禅定，你就看到，啊，没哪个人修，哪个人都能看到，所以在印度是普遍的
都肯定都承认的。那么在我们想象呢，一个好学的人啊，总得追根究底啊，这六道知道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这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这个问题在当时印度学术也好宗教也好都没有法子解答啊。那么我们相信啊，这个年轻的世尊呢，他一定是追根究底啊，所以他学了12年之后啊，再没有老师了，找不到指导老师了啊，他到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下面去入定，把12年所学的呢放下啊，让自己入更深的禅定啊，这一放下呢就大彻大悟了啊，就明心见性啊，见性叫成佛啊，佛是印度这个可以说是学位的名称啊，学位佛陀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圣人啊，我们中国人讲超凡入圣啊，那么在印度呢就是成佛啊，证得的佛果啊，菩萨这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像现在大学博士硕士学士啊，佛是博士啊，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啊，实际上就是想放下啊，真的与学不学没什么大关系啊。你看以后佛在大乘经上常常告诉我们，放下执着，对世间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你放下了，你就得正觉啊，就成正觉，这个名称就叫阿罗汉，这是最低的一个学位啊。如果再放下分别，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那这就是菩萨啊。最后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就完全回归自信啊，成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这就叫成佛啊。那么很难得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实验啊，他说我们只不能见性，原因没有别的，就是你有烦恼，你有执着啊，这放下了就行。那么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实现啊，也是实现。慧能不认识字啊，没有念过书，一天经也没学过啊，也没有听过啊。你看黄梅传法的时候，五祖忍和尚啊半夜召见他，给他讲金刚经大义，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万缘放下，他就证得了啊。他那个证得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所证的同一个境界啊。释迦牟尼佛证得之后，把他证得的境界讲给我们听啊，他讲得很详细，全讲出来了，就是现在我们所学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就是他在这个圆满证得的境界啊。六祖慧能大师证得的时候，他只讲了五句，那个五句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很简单浓缩，那你就晓得《大方广佛华严经》讲什么啊。慧能大师证得的时候，他说的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那么他这五句就是华严经的内容，就是华严经的纲要啊。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一浓缩就这五句话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
没有丝毫保留啊，全部说出来了。所以证得之后，才真正把宇宙的起源明白了，这宇宙怎么来的啊，世界怎么来的啊，生命的起源啊，这个生命呢不是别的，是别人的生命啊，是自己，我自己从哪里来的啊。所以佛法讲啊，医报正报啊，医报是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我们的宇宙啊，是我们依靠啊生存的，正报是自己，不是别人啊，个人有个人的正报啊。那别的人跟我是什么关系呢？是我生活环境里面的人事关系啊。所以其他的人的时候是还是我的医报，医报里面有有情众生，有无情众生啊，无情众生是物质环境，有情众生是人事环境啊。所以佛家讲正报，一定要知道正报是讲自己啊，就说诸佛菩萨都是我的医报啊，我自己是正报，我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大乘禅宗里面常常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我自己从哪来的啊。这两个问题啊，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怎么样跟灾难共处啊，化解灾难呢啊，一定要晓得这个根啊，就是我跟宇宙从哪里来的啊，这个是在讲是同源的。那么这就讲到性了啊，讲自性或者是法性或者是本性都行啊。那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千万年前老祖宗就知道了啊，跟我们讲人性本善啊。那佛给我们讲的是人性本觉啊，觉就是善啊，迷了就不善了啊，觉就是善，所以一个意思啊啊。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大概是4500年啊，从皇帝的时候才有文字，皇帝之前古圣先贤没有文字，没有文字一定有口传，世世代代传下来。所以到孔夫子这集大成，把古圣先贤的教诲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给后世啊，这是集大成者啊。夫子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你看他老人家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两句话太难得了，这是他自己一生成就的秘诀啊！你看他对古圣先贤呢，他相信，绝对不怀疑啊！现在我们学了外国人，外国人做学问头叫怀疑，这是不跟我们恰恰相反呢？我们这一怀疑，把老祖宗东西一怀疑啊，灾难就来了。所以灾难就这么来的。所以晓得灾难来源是什么啊？这你然后才晓得怎样去化解灾难，怎样与灾难共处啊？所以把老祖宗给怀疑了。怀疑之后然后求证，能不能证得呢？决定不能。为什么不能呢？怀疑是障碍，决定不能进行啊！你清净心当中只要有怀疑，你心不清净了啊！你再去求证，你没有办法脱离心意识啊，也就是说你的记忆啊，你的理解啊，你的推论，这全是意识里的事情啊，这是妄心里的，不是真心啊。真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能大师讲头一个讲啊，哎，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所以有怀疑，有烦恼，有许多知识，就是障碍啊。世尊给我们实现的，他出去学了12年。12年所学的东西是知识啊，知识要不肯放下，就变成所智障，是
两种障碍嘛，一个是烦恼障，烦恼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名闻利养，这是障碍，你不能解心，你回不到原点。啊，你知识太多的时候，你放不下，就变成所知障，也产生了障碍。所以讲这两大类的障碍呀，障碍我们不能解心。那如果我们对古圣先贤东西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你这障碍就没有了，啊，所以叫你放下了。这放下比什么都重要啊！放下之后啊，你自信就显现了。自信里面有圆满的智慧，就是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无量的福报。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这叫成佛的境界啊。所以这是佛法跟这个世间的教学的不相同，目标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啊。所以只有幸而好苦啊，夫子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他的述而不足啊，他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全是古圣先贤的教诲，这就难得了。那么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啊，教什么呢？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啊，这是基础。这三样东西是普及教育啊，全民教育，所以他社会祥和啊，社会安定和谐啊，他是这样教出来的。为什么呢？人要懂得伦理道德，他不会造恶，羞于造恶，耻于造恶，他不愿意造恶。他懂得因果呢，他不敢造恶啊。人人都懂得断恶修善呢，这个世界多美好啊！啊，跟佛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啊，华严上讲的华藏世界没有两样啊。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啊，超过半个世纪啊，我们能相信啊，没有怀疑，我们能够肯定啊，我们这个地球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绝对没有两样。那为什么人家那个环境那么好呢？我们这个地方灾难这么多呢？哎，你就想到佛给我们说的，他们那个世界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对，心善，所有境界都变善了。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啊，它都是善。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造的造恶，造到极处了，啊，我们的人心不善，言行不善，所以外面环境跟着也就变成不善了，这道理在此地啊。那化解灾难呢，我们就明白了，从哪里化解起呢？啊，还是从意识，从意念。我们如果果然能够啊，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呢，这问题全解决了。所以解决问题啊，不在外面呐，啊，是在内心啊。所以佛学就称为内学，啊，佛法称为内典，啊，它是向内求啊，不是向外求啊。那这个是一定要懂得自信，啊，我们求的是明心见性，啊，心是一体。这个在哲学里面讲呢，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本体是一个啊，无量无边的世界，一真庄严呢，都是从这个地方生的啊。所以信在佛法里面讲，它是永恒不变的意思啊。上到诸佛如来，下到微细的生物，品类虽然非常非常之多，
莫不本乎一心，都是这个心的变现的。迷了呢，你就看到生死的现象，看到灾难的现象。悟了的时候就叫做涅槃。涅槃什么意思？涅槃是梵语，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迷悟虽殊，其心本疑。这是我们首先要肯定要认识的。那么宇宙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体是清净的，它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所以心法色法通通没有，但是色法心法都是从它变现的。所以能大师最后一句话，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怎么生的呢？现在的话讲波动。自信是不动的。突然呢它产生了波动。这个波动就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你不要去问为什么会有一念，为什么会不觉，那你就迷上加迷了，你就走错路了。应该怎么对付他呢？他虽然起了波动了，不要去理他，不要放在心上，什么事都没有，就天下太平。但是这一动啊，他就现象，不动就不现象。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一样，自信是什么？自信就像电视的屏幕，你看它什么都没有，它是清净的，它不生不灭，它具足万法，你不能说它没有，你频道一打开，你看色相它就现前了，频道关掉，它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从这条能够领悟到这些现象的事实。所以不开屏幕的时候不能说它没有印象，它能够收到全世界几百个频道，你没有看到它，它有，它隐它不现，你这个按钮一按呢，它就现前，你按哪一个钮就哪一个频道现前，就能生万法，这阴暗里面能生万法。所以没有暗流的时候，那它就是本自清净。所以佛法讲隐现不同。有波动的时候它就现，没有波动的时候它就隐，隐现不同。那么它现的相，佛说的这个现象叫妙有。它有相。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屏幕是真空，真空不空它能现象。妙有非有，所以现在相的是这相是假相，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的错误就是把这个现象以为是真的。在这个里面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变质了。变质说变成十法界了，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这么来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晓得什么相有性空，性是屏幕，相就是像电视里面这个我们接收到的这些色相，这些资讯，似有理由。你要把心相认清楚，所以心经大家念得很多，大家念得很熟，心经告诉我们，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色就是物质现象，心就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从自性里变现出来的，你了解它真相，你就不要去分别执着，你就你尽情，你可以享受，
啊，可是你不能够啊，起个念头、起个妄想的时候，我要控制它，啊，我要想得到它，这个就错了，啊，决定得不到，连我们的身体得不到，啊，身体呢，刹那生灭了，啊，佛家讲，人生老病死。啊，讲的有情众生生老病死四种现象。啊，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在地球有成住坏空。啊，其实说的不同，都是一个意思，一个懂了，你全就懂了。啊，这个四种现象叫有为法了。啊，就是有生有灭。啊，那我们这个。这是粗的说，你知道啊？还有说微细思想，啊，那就很难懂了。微细思想是讲一个念头，一个念头里头有生住异灭，啊，这个念头的时间多长？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弥勒菩萨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啊，佛问他。啊，实在就是释迦牟尼佛让他说明，啊，这个是佛经里的高等科学了，啊，说众生有念头，啊，这一个念里的，我们觉得这一个念头，其实这一个念头里面有很多很多念头，啊，微细的念头，啊，它到底有几个念，有几个行。啊，有几个诗，这个话问得好啊！啊，弥勒菩萨答复说：“一弹指，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呢、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念念有行，行界有识，这讲的是微细的思想。”啊，那我们现在一般讲法都用秒为单位，啊，那我们弹指弹得快啊，应该我可以弹4次，啊，那么4×32亿8000年，啊，我们现在是有同学给我算出来，那多少念头呢？啊，一秒钟多少念头呢？算出来的时候是1280兆。你看，一秒钟有1280兆的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有生住异灭。那用我们人来说的是，每一个念头里头又有生老病死，这叫微细思想。啊，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啊，念念呢？它有形啊，形就是物质现象，啊，形界有识，啊，就是它有精神的现象，精神跟物质同时起来的，啊，精神里面有物质，物质里头有精神，它分不开家的，啊，这种微细念头，你要是知道的时候，你怎么哪里有身呢？那所以佛跟我们讲无我啊，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极微细的现象啊，念念相续，好像我们看电影，啊，大家都会看电影的这个经验，啊，你看电影的这个底片，啊，电影的这个录像，那都是一张一张幻灯片嘛，啊，在放映机里面。放出来，荧幕上我们看到，啊，它的速度呢是1秒钟24次，啊，24次生灭，镜头一打开就生了，相机生了，关起来就灭了，啊，结果第二张又生了，它速度太快了，实际上1秒钟只24个生灭，啊，我们就被它欺骗了，认为那是，哎，那是好像是真的一样，现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实的这个状况啊，是1秒钟啊，
1280兆，那电源不能比啊，所以它是一种相续相，是一种相似相续相啊。你看电影这个底片的时候，张张不相同。那现实环境也是如此，佛讲得很清楚啊，每一个念头不一样啊，前念不会到后念来，后念也不会到前念去啊，啊，不相往来呀，啊，所以我们才称它为相似相续相，它不是真的相续，它相似相续相。那么这是说依报正报的发生是这么来的啊，宇宙是这样起源的啊，是一念不绝啊，这一念你决定不要去追究它，什么理由有这么念，这一念是什么时候有这一念，跟诸位说就是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就当下了。所以佛家讲这个无明叫无始无明，无始并不是说，哎呦，太久远了，找不到开端了，不是的，无始就是根本没有开始，就是当下，当下一念觉，就成佛了，一念迷了，你就变成凡夫了，就是当下这一念呐，啊，所以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所以佛经里的确实。不但是有高等哲学，它有高等科学。那么这个现象一正庄严，现象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们才晓得，这我是正报啊，法界是依报啊，法界就是宇宙依报啊，我跟宇宙同在。宇宙跟我同在，都在一念当中成就的，念念相续。我与宇宙，它这里有三个现象，这三个现象是自然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普周法界，我们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波动。波动的速度啊，那是物质的方面是你找不到的，你没有办法找比的。我们今天讲的时候，现在大家认为光的速度最快了，1秒钟30万公里。我们思想的波，起个念头，这个念头的波动是，它才一动就周边法界。太阳的光到我们地球上还8分多钟。我们念头一念的时候，是遍虚空法界，它通通都得到了。所以人的念头，这个念头的波动啊，是不可思议的。周边法界。第二个呢，第二个现象是畜生无尽，它千变万化，随着你的念头，你的念头清净，现清净世界；你的念头染污，就变染污世界。你的念头善就现三善道，你的念头不善就现三恶道。所以呢，你就晓得这灾难从哪来的。灾难是染污。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染污。环境染污严重都讲环保。30年前没听说过环保。我第一次到这个香港来讲经是1977年，那个时候没听到人讲什么环保，没这个名词，你看最近讲环保，可见的染污太严重了，现在大家都讲求环保环保能不能真正达到呢？达不到，为什么呢？制造染污的是心啊，不是外头境界。心里的环保大家收获了，只看到外表的。你治标不治本的，决定收不到效果。先清净了，外面世界就清净了，环境，所以境随心转呐。
心跟悟的时候，它起很大的作用啊。那心清净，那头一个，我们中国人常讲啊，相随心转啊，像什么相貌啊，啊，你心就很清净，你相貌就很清净；你心很慈悲，相貌很慈悲；你心很善良，相貌就善良。那相随心转吗？然后你要懂得体质随心转，啊，心地清净，你全身清净，你怎么会生病呢？哪有这种道理？啊，心地善良，心地慈悲，是决定不生病的。有生病的时候，你就修清净心，啊，慈悲心，啊，平等心，你身体里面所有细胞器官都恢复正常，病就好了，不要找医生呐，不要吃药啊，那用自己意念来转变呢，那再扩大外面的环境，外面环境也是随心转，啊，你只要心清净、善良、慈悲，外面环境就无尽的美好，所以境随心转嘛，这才是灾难来了不怕，要把灾难化成化，赶快转变成正常，那这就没事了。这才是华严经真正的智慧。啊，华严经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本人。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华严经讲什么？就是讲自己啊，讲我们每个人自己啊。啊，我们这生命的起源我从哪里来的？啊，禅宗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就把本来面目找到。啊，所以他出生无尽。因为你的念头是无尽的，所有一切现象随着你的念头在产生变化啊，这个很难懂，所以我常常用万花筒做比喻啊。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万花筒，我现在人家送过我大概有十几个万花筒，大大小小的。你看万花筒很简单了，里面三片玻璃啊，几片的碎片的不同颜色的纸啊，你一转动，它里头就产生变化，啊，它的变化你决定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我们的自信，我们的心，这个妄念、善恶念头在混杂，就变成了外面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就这么回事情吗？啊，所以宇宙上呢，我自己心里变的，啊，你要明白的说，你能控制自己的意念，你觉得我转变。美好的啊，只有美好的念头，没有这个不善的念头啊，所以真正修行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要肯定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我常常劝大家，我们的心良心的，那个心是善良的，就人之初性本善嘛，决定不要收集别人的啰嗦，把你的良心当成啰嗦筒，你就错了啊，所以人家有所有一切不善听到我们耳朵，可以叫耳边风吹过就算了，不要放在良心上，放在良心上，你的良心就变成啰嗦筒了，哎，你就错了，啊，这个事情是不可以干的，啊，但是这个社会上啊，把自己良心当作别人啰嗦筒的人可太多了，啊，他的生活就很辛苦，啊，他就有苦难，有苦有难，自己找来。啊，那别人好的东西、善的东西，啊，我们要学习，要记在心上学习。啊，所有一切不善，我们就是绝对不要去理会。啊，尤其对于初学的人，啊，初学佛的人，啊，真正想成就自己，啊，成就什么呢？这一生的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啊，你要不要？你要这里头秘诀，啊，就是。决定不收集别人的乐色啊，要学会谦虚啊，谦卑恭敬啊，事出世间圣贤人教我们学习，就从这学习啊，我们对人有礼貌，对人有沉静心、谦卑心啊，懂得尊重别人，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那为什么呢？自他是一，不是二。一个心吧，
这事情能生万法吗？我是万法里头的一法嘛。啊，所以整个万法的全体就叫做法身。你看佛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一然。这是佛在大乘教常说的啊。啊，所以什么是我？整个宇宙是我，一切众生是我。所以这慈悲啊，慈悲就是爱。为什么佛不说爱，说慈悲？因为世间人的爱里头有感情，感情是烦恼，七情五欲是烦恼。慈悲是智慧的爱，是理智里面的没有七情五欲，把七情五欲全变转成智慧，所以智慧的爱就叫慈悲。啊，感情的慈悲就叫做爱。啊，这是佛法对这个名词定义不相同。那我们既然知道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自性变现的，设法界一真庄严真正是自己，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来也常常在世界上啊，对这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啊，我们提倡以爱为核心，啊，做我们团结的中心。啊，这个大家都能接受。啊，就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他们所依据的经典是同一部，新旧约。啊，犹太教，他用旧约，他还反对新约。啊，那基督教学新约，他不学旧约，天主教是两个都学。啊，所以有一年我在新加坡。有个南非的欧洲人移民到南非，啊，有几个人到新加坡来观光旅游，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哎，他说西方的犹太教，啊，基督教、天主教，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我就说了个比喻告诉他，我说他们三个是一家人。我说这个犹太教呢是天主那一派，天皇皇上那一派，啊，这个基督教啊是太子那一派，是耶稣嘛，是上帝的儿子嘛，这太子那一派。我说天主教是圣母玛利亚，那是皇后那一派。哎，他说你这个说的很恰当。哎，我说他是一家人，三派，这是啊，是一家人。哎，我说都是吗？你看经典上讲嘛，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所以都是以爱为中心。那么佛家讲的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那也是爱。啊，你看这个伊斯兰教《古兰经》，你看每一重要的这个经文前面第一句一定是真主。啊，是仁慈的啊，确实是仁慈的，他都有这么一句话，啊，所有宗教的核心呢就是爱，我们在爱就能够把所有宗教团结起来了，啊，这个是这些年来我们在世界上啊，访问许许多多宗教都能接受，啊，那都能接受的时候，所以我就常常啊送他们千手观音。啊，我们把中国的千手观音的时候啊，赠送给他们，给他们解释，都欢喜。啊，我说观音代表什么？就代表了爱。那这个千手呢，千眼，啊，这个表示它表的意思，表法的，啊，就是见到众生有苦难呢，就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你看哪一个宗教，他们所崇拜的神圣？都是这样的，都是千手观音的，啊，它上前上面有五个头，啊，这不是，32个，那代表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说应以基督教身得度，他就现基督身啊，啊，应以真主身得度，他就现真主身啊，应以阿洪身得度，他就现阿洪身呐，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是千变万化了。畜生无尽啊，啊，含容空有，
佛家讲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心包太虚是空，空包进去了；量周杀界是有，啊，即有为法通通包。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啊。我们现在连两个人都不能相容，啊，都不能相处，这可怜到极处啊！谁造的呢？是你自己迷惑颠倒造的，不能怪别人，谁都没有替你造，啊，都是叫自作自受，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因为迷悟不同，所以世界可以分为四大类。啊，四大类第一个就是佛经上讲的常寂光净土，啊，实际上就是常寂光。这是讲我们自信，自信是光明的，是无所不在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万物从他那生的嘛，能生万物，他才真正是造物主。啊，这是我们的自信呐，是我们的本性呐，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称为自信清净圆明体，啊，它这个意思就全部，它性是清净的，是圆满的，是光明的，啊，这个光明呢，就代表的智慧，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称为佛性，啊，佛性是光明。是能生万法啊，具足一切万法。他在不动的时候啊，这个常寂光土里头没有精神现象，没有物质现象。那一念不觉呢，它就变了，相就出来了。相虽然出来，还是非常清净。啊，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啊，太清净。为什么呢？他没有妄想，那边的人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照理说，没有妄想，怎么会有现象？哎，他有现象。啊，这个现象呢，虽没有妄想呢，他有妄想的余习，我们叫习气。习气不好懂，啊，不好懂，古人也很难懂，但是古人的比喻啊，让我们能体会到，啊，古人用酒瓶，啊，酒瓶是盛酒的，酒倒掉了，里面洗得干干净净，确实一滴酒也没有了，可是闻闻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就是习气，啊，它确实没有了。啊，起心动念确实没有了，有起心动念的习气，有习气就有现象，这个现象也叫一真法界，啊，我们称为十报庄严土，啊，所以这是净土，啊，华藏世界是这个性质，极乐世界也是这个性质，一切诸佛清净刹土啊，都是这个境界。啊，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如果在这个里面起了分别了，啊，起了分别之后啊，这个境界马上就转变了，啊，变成什么呢？变成叫方便有余土。啊，谁住在那里呢？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住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如果有执着啊，那就是六道凡夫了。啊，所以六道里面的人，他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啊，这个三种啊，障碍他统统具足。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这六道是假的，啊！你看永嘉禅师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
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到什么时候觉呢？只要你把执着放下了，与世俗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但是还有分别。啊，所以这个境，这个六道没有了着，它还有四圣法境，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佛是六道里面的佛，不是真佛。啊，天台大师说这个佛叫相似即佛，啊，不是真佛。真佛怎么样？真佛要把妄想断掉，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要把这个东西断舍掉。舍掉之后啊，那十法界就没有了，四圣法界没有了，那剩下来就是十宝庄严土。啊，我们称为真的净土，啊，称为这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世界虽然多，不外乎这个四大类。这四大类呢，佛总而言之，佛认为这个世界是一合相。啊，《金刚经》上注意念过，啊，佛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啊，一是什么呢？这也是科学里面所探讨的。一是讲微尘，啊，佛家讲微尘，现在科学里面讲基本粒子，啊，就是佛家讲的微尘，啊，基本粒子。所以这个世界星球啊是怎么回事情呢？就是这些微尘组织起来的，啊，聚合组织起来的，啊，所以这个基本粒子许多组合起来就变成原子、电子，啊，变成分子，啊，这样的这个是世界出现了。啊，世界上所有一切万物都不外乎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啊，但是佛在经上讲呢，这个基本粒子它有精神现象在里头，它有见闻觉知，它有受想行识。啊，在十法界里面有受想行识，在一真法界里面受想行识没有了，它有见闻觉知。啊，所以见闻觉知是从自性里头具有的，而受想行识呢是从阿赖耶里面具足的。啊，所以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这个受想行识就没有了，啊，就剩下就是见闻觉知，啊。那么这是佛经上所讲的科学，啊，明天我们让钟老师来做这个报告，啊，这个华严里面讲的科学讲得非常精彩。啊，所以我在国外常常劝这些学科学的人应当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那是宇宙的大科学家了。哎，我们这个地方的科学跟他相比望尘莫及啊。啊，学哲学学科学都应当去找阿弥陀佛，啊，那才能够真正达到登峰造极。啊，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就没有法子。那么佛法教学的宗旨，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佛法教学它主要目标是帮助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苦从哪里来的？迷惑你就苦了，乐呢你觉悟就乐了。啊，这苦是这么来的啊，并不是在世间好像拥有多少财富啊，这些地位啊，那不是的。哎，这个世间人拥有钱财富的很多啊，啊，亿万财产，啊，几十亿、几百亿财产的，我都见过啊，他很痛苦啊，每天晚上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啊，哎，他没有我快乐啊，啊，那人生的时候你活起来是。你是为这个痛苦啊，会活着呢，你还是为快乐啊，好着呢？啊，这个我们要知道，
啊，所以人生幸福美满的人生不是建筑在财富的，不是建立在这上面，也不是建立在地位上面，啊，所以这是这个与这个不相干的，啊，真正幸福美满的快乐，啊，你看天天活得快乐，心里面清净，啊，没有忧虑，啊，没有现在讲人家压力，我没有压力，啊，身体没有压力，精神也没有压力，你这个多舒服，多自在。啊，所以我一生呢感激老师，啊，我这个行业是老师替我选择的，啊，张家老师，哎，他叫我不要搞别的，别的很苦，我人生很苦，他这个真快乐，啊，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所以他头一本叫我读的书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把王位舍弃了，当国王不好当，很苦啊。尤其是现在，国家领导人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焦头烂额，都很痛苦。啊，我见过的国家领导人很多，啊，许许多多问题不能解决。啊，所以张家大师给我选的这个行业，啊，我很感激他。没想到的，这个行业真的一生快乐，啊，一生没有负担，啊，你看什么都没有，但是什么都不缺，你这个就自在了，啊，我在香港住的房子，我没有房子，啊，是个居士，啊，他借给我住的，哎，借给我住好。所有权是他的，使用权是我的，我有使用权，我没有所有权。啊，就像世尊当年在世，你看这国王大臣提供给他的别墅，啊，住灵鹫舍、奇树界孤独园，他就是，他有使用权，啊，所有权呢？是他们住人的，啊，住一天，在那里教学一天，哪一天，这个课程教完了，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财产还给主人，啊，所以他的这些弟子们也不会去争权夺利，为什么呢？财产是别人的，不是老师，老师如果有财产呢，学生还要分老师的财产，麻烦可大了。啊，所以不可以拥有财产，啊。那破迷开悟在大乘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先理，啊，所以佛经啊，大乘的这个经论，经论就是当年世尊在世的时候他所教学他的教科书啊，啊，不过那时候是他没有写出来，啊，经典是以后，啊，佛灭度之后。学生们，啊，从记忆当中把这个，老师所教的记录下来，用文字记录下来，传承到后代，啊，所以那这些经典内容是什么呢？我们通过50多年学习，把它归纳，不外乎五个科目。啊，第一个呢就是伦理，第二个是道德，第三个是因果。第四个是哲学，第五个是科学。啊，这五门课都讲到究竟圆满，这个太难得了。那怎么知道它的究竟圆满呢？它完全讲到信心，伦理也讲到信心，道德也讲到信心，因果也讲到信心。讲到自信就圆满了，没有回归到自信啊，那是不圆满的。那回归到自信是大圆满。那么我们讲灾难，这是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先前我们这个地球上到处都是灾难啊，佛说灾难从哪来的？啊，灾难是果啊，
果必有因呐、啊！啊，人的贪婪就是水灾。啊，现在大家恐慌啊，海水会上升啊，啊，南北极的冰会融化，海水会上升。啊，沿海的都市的时候都会被淹没。啊，水的因是贪，火灾的因是嗔恚。啊，现在明显的地球上温度啊在上升。啊，温度怎么起来的？是大家发脾气发出来的。哎，你一发脾气，你就想到我已经帮助地球啊，这温度往上提升，这个麻烦可大了。那风灾，听说最近说这个美国有个很大的龙卷风，啊，过去所没有的风灾是愚痴啊，地震是傲慢呐、啊，不平啊，啊，你有怨恨，你又不平，啊，你功高傲慢，那你就是帮助地球啊，啊，多几次的地震，不就这么来的吗？啊，所以佛教导我们。消灾行难叫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心平气和，灾难就没有了。啊，所以化解灾难不在外头啊，啊，我们起心动念要注意啊，啊，最重要的保持着心平气和。啊，我在这一生学习当中，最早我26岁啊。接触到佛法，啊，方东梅先生介绍的，啊，那么以后大概是两个月当中，我认识了张家大师，啊，那是个专门是佛学家了，啊，找专家了，啊，我第一次跟他见面，这跟出家人见面，啊，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啊，我说方老师告诉我，我知道佛法殊胜。佛法太好了，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啊秘诀，让我很快的就能其如境界？我的问题提出来，他老人家没有说话，看着我。啊，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啊，我们这样那样对看，看了半个多钟点。啊，我在等着，等着他答复我了。啊，看到半个多钟点的时候，说了一个字“有”，这一声“有”后头又不说话了。啊，我的眼睛、耳朵就竖起来，在等着听。啊，这一次就时间短一点，大概有5-6分钟。啊，他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我们就没有他那样的功夫啊，我们听了看破放下还有一点印象啊，所以接着就问了大师从哪里下手啊，他大概也是等了个7-8分钟的样子，哎，告诉我布施啊，头一天见面2个小时几乎都在定中，这是从来没有遇过的经验啊！我以后到20-30年之后才恍然大悟啊！为什么呢？一个人心浮气躁，心没定下来，给他讲东西没用，叫耳边风啊！所以他的教学方法是：你提出问题，他在观察你，到你心平气和。你的那个浮动气躁全部定下来了，他才跟你讲，讲了管用啊，你一辈子不会忘记啊，不但不会忘记啊，你会依教奉行啊。哎，这是真正好的教学法了。啊，就现在学校里头，你不前年我到伦敦去访问，啊，我去过2次，啊，就看剑桥大学。这个牛津大学跟伦敦大学，因为他们都有汉学系，啊，我就访问，学生真的心浮气躁，
学不到东西。啊，那我们天天在那讲经，啊，讲经谁受用呢？自己受用，自己讲自己听，别人是附带的，啊，听众是附带的，听众有没有能听得懂呢？给诸位说，心平气和的人听懂了，如果心性浮躁的人听不懂，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必须要重视啊，戒定慧三学。你看，因戒得定，啊，因定开慧，啊，只要心定下来了，他就能听懂了，他就能看明白了，啊，他一看一听，他智慧就开了。啊，如果没有戒定的功夫，他得不到。那他所学的是什么？常识。啊，是佛学常识。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知识，不是智慧。他有知识，没有智慧。知识是什么？知识是所知障啊。他天天在增长所知障啊，他怎么会见性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你看，学了十二年，放下所知障，就大彻大悟。他要不放下的时候，他就变成佛学家了，那他就不能成佛了。啊，这个道理，啊，太深了，哎，这是我们开智慧的秘诀，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所以一学佛没别的，就是学心平气和。啊，你看《无量寿经》经题上教我们学什么？清净、平等、觉。啊，我在上下了都加了一句，我在前面加一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后面加上慈悲，十个字啊！学会就学这个，没别的。啊，学会之后，那你自自然然会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那就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啊，那么这二十个字呢？把整个佛法包括进来。啊，这二十个字是25年前我在美国写的。啊，人家问我，啊，这佛法是什么？你怎么学的？我就写这20个字回答。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佛在《大乘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宇宙。人生是心现识变，啊，决定要相信，境随心转，一切法由心想生，心生则一切法生，这是佛常常讲的，啊，我们对这个不怀疑，啊，人要肯定都是善人，啊，这个我在国外学校里面呢，跟这些教授们。啊，校长们呢就谈了很多，我说我们搞教育，佛教是教育，啊，是佛陀的教育。搞教育的人首先要肯定人性本善。啊，他不善了，不善是习性。如何我们从习性帮助他回归到本性，这教育成功了。啊，如果说是学生教不好，啊，把他开除了，我说那是教育的失败。啊，那是教育的悲哀，啊，教育没变，就是要把恶人变成善人，把坏人变成好人，那教育才成功啊！啊，教不好开除了，这是你无能呐，你不会教啊！啊，我说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开除过一个人，那经典上我们看到周利盘陀其实是最笨的人，啊，佛没把他开除。那开除了，那你就是也就是不是学生的过失，是老师没教的好。啊，老师要怎么教呢？要从内心回归，所以说你想教别人，先教自己。啊，把自己教好了，你才能教好别人。自己没教好啊，所以才会开除别人。啊，就这么个道理吧。所以，
终极的目标是回归自信，啊，见性成佛。六祖慧能大师讲啊，一切万法从自信生的，自信自心就是正佛。啊，所以人家问你佛教佛在哪里，就是你自己的自信，就是你自己的心，那就是正佛。啊，你再不要反对佛了，反对佛就你反对自己。佛不在外面，佛在你自信当中，外头没有佛。啊，所以说佛经上所讲的东西全是讲自己，尤其是华严经，那讲什么都讲你一个自己嘛。啊，我们把这个归纳起来就包含六个字，啊，性是你自己的本性，相你的形象，啊，事理因果，这六个字包括进了，全是自己呀，与外人不相干的。啊，所以华严就是告诉你认识自己，啊，佛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你真搞懂了，你才要认识自己了，啊，这认识自己的人就叫做成佛了，啊，所以我们最近，啊，华严经太大了，啊，最近我们讲了一个小的东西，贤首过世的，啊。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这个小册子，啊，这个小册子是华严经修行的方法，修行的纲领，依照这个纲领方法去修啊，你很快就能入华严境界。啊，那我们华严经啊，现在讲到十住啊，讲到十住啊，这一个单元。差不多将近4000个小时，啊，所以当中啊，讲掺杂这讲这一部一篇文章，啊，希望我们呢能够抓住纲领，我们入华严境界。啊，入华严境界就真正在灾难当中，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啊，我们过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啊，那么在这个一篇文章里面，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关注于我们现前的啊，就是信德啊，他讲的非常扼要啊，讲了4条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随缘妙用啊，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妙用是什么？妙用是不着相啊，慈悲济世是随缘，三轮体空是妙用，啊，就是拿很白的话说，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不着相，啊，完全没有自己，啊，只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众生。啊，完全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啊，没有贪嗔痴慢，那叫妙用啊！啊，威仪有责，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表演出来的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戒律。我们今天提倡的《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啊，从这里扎根，这三样东西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只要有这三个根，它就会茁壮，会开花，会结果。啊，你在世出世间决定有成就，世间的圣人，出世间的佛菩萨。啊，所以要扎根呐，那没有这三个根，那就难了，那就太难了。啊，那就没有法子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学，学啊，第三个就是至直，就是真诚，啊，心真诚，外面如何，啊，非常重要啊，啊，如何才能摄受众生，啊，待众生苦，现在众生苦难太多了，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待众生苦，啊，帮助众生觉悟。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明天还有更精彩的，有更精彩的，越往后越精彩。谢谢大家。还有问题？好好好。老法师，时间是到了问问题的时候 ，OK。那我们现在是可以把时间交给台下的菩萨们，可以向老法师提出你的问题。咁可以咧，而家系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准备好。咁如果有问题嘅咧，请举手。净空法师，你好，我是理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我最近呢。一直在看《金刚经》，我挺喜欢的。我看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的时候，感悟非常深。当然，我后来才知道慧能大师通过这句话就是顿悟。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到现在也挺纳闷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碰到那一些生活比较穷苦的人，或者碰到那一些比较清贫的，比如说，我认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心里总是感到，所谓的说有慈悲心吧，我总是非常非常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而且也尽力的去这样做。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当我碰到那些我认为他们生活的比较好，所谓的上层建筑的人，或者是所谓的富人吧，我当我看到他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内心中没有跟遇到穷人那样的慈悲心，我老觉得好像这是应该的似的，因此就好，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读了《金刚经》，我觉得好像这是不应该这样子的，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解决这个，我这个思想我自己消除不去。好，谢谢，老法师。《金刚经》它的宗旨是破执着的，执着是我们明心见性的障碍。这两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要了解，生心是生什么心？大慈悲心，因为你现在对贫富还摆不平，所以这不是慈悲心，那你的慈悲心没生出来，慈悲心生出来之后你要记得是无助。无助是什么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叫无助。你心里面呢还有执着，还有分别，那妄想更不必说了。妄想起心动念呢，当然是有了。那你这三个都有你的心是有助，不是无助，所以慈悲心发不出来，慈悲心真正发出来的是平等的，对穷人。要爱他，要帮助他，对富人也帮助他。富人怎么样？富人有富人的可怜处，他可怜在哪里？他没有智慧呀。那他虽有富，你看那么样富的，他不会做善事，他不会积功累德了。所以你要帮助他，要帮助他开悟。那穷人的时候，你要帮助他，首先帮助他解决生活问题，然后要提高，帮助他提高的时候，帮他。也帮助他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呢，这就是菩萨事业了，所以今天整个社会的问题，不仅是国内，全世界都不例外。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教育上。我们中国谚语有一句老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所以有人曾经问过我了，解决问题，这问题就是有问题来了怎么办？我说你看，你看两三岁的小孩，
啊，三四岁的小朋友，哎，他碰到困难了，他怎么办？这就找他爸爸妈妈嘛，这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啊，那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出来了，社会问题出来怎么办呢？找老祖宗啊！那老祖宗在哪里呀？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经教啊，就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那所以你如果真的能够， 学孔子，性而好古。啊，中国的历史，外国人很佩服啊！啊，外国人学中国历史，感觉到很惊讶。这么大的族群，这么多的人口，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5000年来长治久安，他怎么能做到的？ 啊，我就遇到很多在国际会议上，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这很羡慕的。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个国家，啊，为什么？我说没有别的教育，啊，中国人懂得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他把教育摆在第一，啊，你看在中国过去，就政治上这个设施上面，教育摆在第一，啊，宰相底下6个部，第一个部。 礼部，礼部是管教育，礼部尚书，啊，是教育部长，啊，宰相有事情不能事事，礼部尚书代理。啊，换一句话说，所有一些设施是为教育服务，他才能长治久安的。那现在大家不听古人言，把教育放在最后，把什么没有放在第一，把利、经济放在第一，这个糟糕了。 经济放在第一是人之必争，他制造动乱，啊，制造啊，这个斗争，那这就没法子了，啊，所以这孟2500年前孟子见梁惠王不就讲得很清楚吗？啊，梁惠王想把利摆在，孟子就劝他，啊，利是人之必争，应当把仁义放在前面。 一个仁义啊，何必去越利呢？这晓得利放在前面，这社会就动乱，没完没了，绝对不会有安定和平。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他不把利放在这，利轻视了，啊，把仁义道德放在第一。每个人都懂得仁义道德的时候，他心里是安定的，是和平。啊，所以外国人他的理念。 我也跟过跟外国的时候一些教育家碰到的时候，我说那美国嘛，啊，我说美国是不是从幼稚园是不是就叫竞争？就是，是啊，那我就告诉他，我说竞争在提升是什么？你晓不晓得？啊，他看着我，我说竞争提升是斗争呐，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呐。 现在战争是生化合物啊，是同归于尽呐，毁灭世界啊！我这死路一条啊！哎，我说东方中国教育不是这样，从小叫什么叫让、忍让、谦让、礼让，从来没有争过啊！啊，所以它是和谐的，就这么道理。啊，所以今天世界的问题就是把古时候的古圣先贤。 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说好了，才造成今天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混乱。啊，如何挽救呢？你看联合国啊，我参加了十几次的国际会议，啊，联合国主导的。啊，开多少会？从70年代开到现在，大概是我就估算它了，开了37年，世界越开越乱，让这些。 参与会议这些专家学者们，对于和平信心都失掉了。啊，我们参加之后，有这个缘分参加之后，把中国传统这个教跟大家做报告，他们听得很稀奇，没听说过。啊，但是会后的时候呢，来告诉我的是，法师啊，你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怎么有信心呢？这。 啊，孔子性而好古，他没有啊，他这一条完全没有啊。那逼着我怎么办呢？不能不做个样板给他看，啊，所以我们就在汤池啊
做了一个实验。哎，这个实验是两年多了，实验非常成功，啊，难得这我们祖宗有德，啊，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啊，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啊办了一个大活动，啊，三天我们把汤匙经验向大家介绍，啊，92个国家代表，啊，他们听了很惊讶，都想到汤匙来看、来参观、来学习，啊，这是好事情啊。中国传统东西不是这个理想可以落实，人民是很好教的啊。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半年社会风气完全转变啊，证明说人民是好教的啊。宗教是可以团结的，能够团结宗教，能够把人民教好，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所以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不是理想，是可以落实的啊。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我们懂得真正的意思啊。无心而生啊，这个应无所住最简单的就是没有自私自利啊，不要住在自私自利上，不要住在名闻利养上啊。而生其心的是我们是身心生的慈悲心，贡献我们的这个智慧，贡献我们的这个劳力，为社会、为人民、为全世界众生服务，这就对了。好，还有请问，尊敬的老法师您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老法师，我姓林，我来自深圳。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本质法性是不是唯心的？还有一个在修持方面，在禅定啊，那个心无一缘，跟那个念佛心念一处，是不是同个道理？谢谢法师。嗯，是同一个道理，不过这个道理啊很深。能真正理解是不容易啊。这个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细讲啊，这是我一开头跟诸位提出来啊。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啊，是从自信变现的啊。自信里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这个世界啊，也没有这些芸芸众生啊。而且呢，这个不但没有，连时间空间都没有。所以时间空间不是真的啊，都是从妄念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然后才知道啊如何，随顺这个性德，啊，所以道，这个道的两个字，道，我们简单的解释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的法则，它不是人为的，啊，完全是自信，道就是自信。随顺自信就是德啊。那么落在人事这一方面呢，那就是五伦。所以五伦是道啊。你看父子是道啊，父子不是哪个人创造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它是自然的。那夫妇是道啊，君臣是道，这领导与被领导，这个是道，都不是人创造的啊。朋友是道啊，那德是什么呢？随顺道就是德。父子有亲，这个亲爱就是德啊。君臣有义，这个义就是仁义，就是德啊。朋友有信，信就是德啊。夫妇有别，这个别就是德啊。他有不同的任务啊。所以凡是随顺道的时候就叫德，违背这个道呢，那个麻烦就大了，所以灾难就现前了。
啊，就是人如果不遵守啊仁义礼智信，啊，这是德嘛，啊，不遵守这个，啊，那社会怎么会不乱？啊，现在人起心动念，啊，都是损人利己。那没有想到善，而且也不相信啊。现在最可怕的，不相信世间有善人，认为人都是恶的，没有善的，这个很可怕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做个善人。善人做的很辛苦啊，不但不感激你，知道，还尽量回报你、陷害你，来找你麻烦。那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做，决定要做个善人，做到底。那别人回报我们，侮辱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还是以善心善意回报他。 到时间长了，随着久见人心吧。时间长了，他会反省。他一生当中没有遇到这么一个好人，想想哎，那个人还不错，啊，我怎么样害他，他都没有生气，都没有报复，哎，他有良心啊，一定要让他良心发现呐。啊，一年不行，两年不行。 十年，十年不行，二十年，肯定有一天他良心发现，哎呀，那个人是好人，我对不起他，哎，他就回过头来了。所以一定要做好人，一定要做好榜样，啊，所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才真正能解决问题，啊，帮助自己开智慧，啊，断恶修善。 转迷为悟，也能够啊感动别人，那就是帮助别人，是自利利他，啊，不成就自己没有办法感动别人，啊，就是没有法子帮助别人，啊，所以自这个利他啊必须要自利，啊，自利就是我们想教学，要教他自己一定要学好，自己没有学好不能教别人，自己做错事情。 要敢于承认，啊，忏悔改过自新，啊，这个不丢人。古人所说的“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最重要的是懂得改过。佛门里面的忏悔就是改过。啊，忏悔不是求佛菩萨饶恕原谅，那你就错了。啊，忏悔真正的意思。 后不再造，啊，所以佛家最浅显的讲这个觉悟啊，开悟了。什么叫开悟了？知道自己的过失就开悟了，啊，修行呢，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叫修行，这是真的啊。啊，如果不知道改过自新啊，天天念佛没用啊，啊，天天拜佛也没用啊。 一定要知道改过自新，啊，那个善恶的标准，这个佛经就是标准。啊，佛经是从自性流出来的教诲，你只依照这个标准，天天检点自己的过失。啊，那我们现在用最基本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十三页不可以轻视啊。佛法建立十三页的基础上。 所以在小乘，十善业展开，三千威仪，三千条啊，在大乘呢，啊，就是八万四千细心，啊，十善展开的时候，给你讲八万四千条啊，归纳起来就这十句啊，从这个地方下功夫，圆满就成佛了。 啊，所以十善业道，小乘圆满，正阿罗汉果，大乘圆满就成佛道。啊，所以它基础在这里。我们把基础疏忽了，学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啊，那现在十善为什么学不好呢？基本功没有。啊，所以中国这个集成了大乘佛法了，它是有道理的。啊，就中国得力于古时候的家教。 啊，古时候的家教叫什么？就是叫《弟子规》，叫《感应篇》。
啊，从什么时候教起呢？小孩生下来就开始教。一生下来，他眼睛张开，他会看，他就会听，他就在模仿。虽然他不会说话，啊，所以大人他的父母、大人在他面前言谈举止都要端庄。为什么？他在学习。啊，决定啊，给他正面的，不可以给他负面的。啊，所以中国谚语所谓的。 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那七岁还都没上学，学前教育已经把一生的根都扎好了，这个太重要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那十善业到中国人学起来轻而易举，这底子好嘛。现在为什么学不成？没有基础了。那小时候，《弟子规》没学，《感应篇》没学。 所以这个十善业就困难了。那现在我们要真正干，必须还要回过头来去补习。小时候没有学过的，认真来学习。我们重新扎三个根，才有前途。没有这三个根，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一定要真干，真干就要扎根。嗯，杨法师在。 这里补充问一句啊，就是我们可能要扎好自己的根底，让对我们不好的人要感动他，要让他自己发觉我们是啊，他总是好人。但是我们在，比如说，如果他是十年后才开悟，这十年他仍然骂我，在他没有开悟我是好人之前，我能做到什么呢？他又继续骂我的话，我的根底也不是那么好的话。 有没有一些？因为香港是一个比较功利的地方，所以我问了这个问题。好，我答复你。他不断地骂我，我不断地赞叹他，我不断地感恩他。啊，为什么呢？他替我消业障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哎，他帮助我修忍辱波罗蜜啊。 他帮助我开智慧呀、啊，他是我的恩人呐、啊，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才让我们自己真正长成了，啊，所以这个骂我的、诽谤我的、这个陷害我的，都是大恩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把时间再交给台下的观众，我一阵会俾机会，上面有冇咪啊？或者我哋都俾机会上面嘅同修。嗰边我睇到，有冇工作人员帮帮手将个咪攞到去嗰度啊？上面攞咪嗰位同事喺边度？或者我一阵先俾机会嗰度，或者将个咪送咗上去先 ，OK？ 咁我哋喺返下边先，咁一阵我会俾各位嘅同修去问清楚，有冇下边系将同事嗰度中间后边后段少少嘅吓？如果你攞到你问先啦吓。尊敬的老法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是我家族上面的问题，好多年了。 但是我学佛的时间不是很长，一直在心里想问你，但是我有写过，但是我有回答录，所以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回答。因为我家族可能好多代都是每一代都会出一个阴阳眼，可以和那个众生沟通，还有会出现家里会出现一个人可以给那些。 现在的人来看病，有些会有神经病啊，或者是自闭，或者有得什么癌症的，就会帮他们，算是消灾吧。可是我学了佛法以后，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问题。我父母现在还是，因为我弟弟他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现在也开始，以前是很小的时候就有阴阳眼，他乱讲话，我妈妈天天打他，就是说他。 是很害怕，就是打得他只有初一十五才可以看见，但是就在他说是观音菩萨附在身上，
就说等他大了，结完婚以后就可以给人，就要给人看病。但是我弟弟就很，现在就结了婚，然后就生了一个龙凤胎，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今年就开始给你看病，但是每次好多人来找他看病，就是总是个一看一个就好一个，但是他开了养猪场，因为我学佛以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杀业，我就想不让父母帮忙，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是想出一个女儿的孝心，想为父母积点福报，请师父指教。阿弥陀佛。好，因为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再法师，我们再收两个问题，然后让你综合回答，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然后楼上的麦克风送到上去了吗？谢谢。好，我们把机会交给楼上的朋友，这是第二条问题。老法师，我有个问题，我今年呢大概4月份开始学佛，上次也有去听您讲过一次，那么我算是也比较精进，那么每天呢就念那个无量寿经，然后每天晚上下班呢就看一下碟，但是我老觉得这个那个功夫不得力，那么最近呢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到这个比如说庐江那个石矶寺去住上3个月，旁边呢有师父指导一下，这样的话那个境界能够提升的快一点。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好，谢谢。这是关于是不是学佛应该不得力，应该住寺。好，第二个问最后一条问题，我们把机会交给这一位，对。你请起立，对对对，把麦克风交给这位，对。然后我们带他问完之后，请老法师综合回答。尊敬的老法师啊，很荣幸啊。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就是在我们日常的那个工作学习过程当中呢，比方说我就遇到好像有时候很难处理好一个，就是比如说随缘啊，跟别人打成一片啊，这个随缘。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守规矩持戒，有时候被别人一拉就去了，就是那个心软啊，就是他拉你去，可能就你本来觉得你要去可能说我能帮你啊，我去为了帮你，但事实上呢他拉去你去吃饭呀、啊、去那给他们结果就相当于被他们给渡跑掉了，就是我说我如何处理好，就是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我的随缘啊不执着，跟我的这个守规矩持戒的这个关系，有时候我觉得我分不清楚，我对自己那个要守规矩，对别人那个随缘不执着，但有时候我觉得对别人和对自己，我有时候这件事情我分不太清楚。好，老法师，我看先回答这个问题吧。守戒可以随缘吗？守一守，然后随缘不守吗？这个先回答吧。是不是守戒了又就是不随缘呢？这个随缘呢，在佛法里面讲有四种，啊，不变随缘，这是佛，啊，佛不变能随缘。第二个呢，随缘不变是菩萨，随缘当中学不变，啊，第三个呢是不变不随缘，是阿罗汉小乘。他不变不随缘。第四个就是凡夫，随缘随变。好，谢谢。因为时间关系，还有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功夫不着力，是不是要到寺院住一住，才会有又会着力一点？在家里就是比较困难。功夫不得力了，到寺院里不行。寺院太高了，你用不上力。最好到汤池，啊，到汤池中心去学《弟子规》，那个地区学学有效果，啊，很多人到那里去，学上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了，真的非常得力。汤池是一个地方啊，喺安徽省，咁系一个示范。头先法师都讲系一个示范点，那在汤池见你啊。最后一个问题啦，就是阴阳眼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在现在，啊，特别是这乱世，不但在国内，
我们在国外也见过很多，啊，所以有通灵的，啊，有鬼神附身的，啊，这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接触了很多，啊，特别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些灵媒传来的讯息，有些可以是参考，我们要用理智啊去判断，或情或理或法，啊，我们可以做参考。那至于解决像这个灾难的化解灾难的方法，他要提供什么方法，这个不能听。啊，这个要听的话，你就被鬼神控制了，你就被他利用了，啊，那就错了。你这是被鬼牵着走了，这是不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一定要用正确的理论，要用智慧来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接触，你比如灵媒传递讯息，我就收到了很多。啊，可是我们一定是用大乘佛法来解决问题。啊，那我们也很感谢他，他提供我们的一些参考资料。啊，可是我们不可以听他摆布，听他摆布，这就绝对错误了，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啊，这叫幽冥界是有，这六道嘛，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能力失掉了呢？这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所以说，你如果真正能够把我们讲的说，最严重的烦恼是执着，执着能够降轻。这个能力就能恢复一点点，啊，那就是像说这个阴阳眼就会出现，啊，别人看不到东西也能看见，这是很小很小能力的恢复，不难，啊，真正能够好好的去念佛，念上半年的话就有可能，啊，念上半年，念上一年的话是绝对可能，心清净了，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最这个浅显的就是你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一点不稀奇，啊，也不要觉得奇怪，更不可以功高过慢，啊，所以有这些能力的人说，比如别人治病的时候去帮助人，有很多病的是鬼神找麻烦的，冤亲债主，你平常跟人结的怨太多了，这冤亲债主来找你。你这里疼痛，那里疼痛，都是鬼神来报复你。那来找麻烦的，哦，你了解这个事，要给他化解。啊，像我们念佛回向给他，啊，诵经回向给他，做善事回向给他，哎，他就走了，就离开了，离开了，你的病就没有了。所以病的来源有三种，啊，第一种是生理，我们的饮食不注意，啊。这个是衣服穿着啊，着凉了，所以这是生理的病。这种病呢，找医生，啊，医生能够治这个病。那第二种呢，就是鬼神缠绕，这个病医生治不了，啊，医生没法子治，医生就诊断没病，那其实这时候他就很多毛病，那是鬼神找麻烦，啊，那要调节，啊，所以佛法的时候，他善于调节。那他接受了，大多数会接受，接受之后他就离开了，你病就好了。还有一种病叫业障病，那个没办法，是你自己做的恶事做太多了，啊，做坏事做太多了，所以这个叫业障，这个都不是冤亲，不是鬼神来找你，也不是身体，啊，是你造作的业太重了。那么这种病的时候，还是有办法解决，真正忏悔。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还是能恢复。所以没有治不了的病，你要懂得病的种类，用什么方法。啊，这个业障病能够治的时候，其他的病全都治掉了。啊，真正能消除罪业，纵然有这些冤亲债主，他也很佩服你。你能够改过自新，你是真正好人，他也不忍心害你。
所以老法师，跟您多学习亲近善知识，鬼神也会远之，对不对？啊，对。好，谢谢。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净空老法师来到香港为我们说法，我们再以最虔诚的掌声谢谢老法师。谢谢大家，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啊！明天晚上再见。好，请各位起立，恭送老法师以及两位老师钟老师以及胡老师。